真是元强路程，三年前的一师兄和君不强，争夺卧龙榜22名，于师兄输了，躺了半年才起来。今日我已让你尝尝全身骨骼被打断的滋味。2年前，范天施展过此龙法，当时的范天和此刻的林冬晓，实在太弱了。3年前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今日你更加不是。